嗨，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我是Jason哦。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些做好的一些成品欣赏哈、哦。客人试约十分钟后就到了，我们快点趁客人还没来，是工厂刚做好给大家看，不然永远都看不到了。哦，那这个今天再来一些成品欣赏介绍一下，你先介绍，我先忙，快，不然客人要到了。嘿，用猜的，亚历山大。算了，看来他不会介绍。来，我帮他介绍一下。首先，今天的服装还蛮漂亮的，所以就是叫他今天出来拍。今天的服装先介绍，介绍你的服装就好。什么？上衣、裙子。对，上衣、裙子，然后上衣、格子裙。好了，很不会介绍哎。哇，要怎么介绍？就别人都会说什么这个穿搭什么概念什么的吗？什么模特？美人鱼装。算了。例如什么有修身的效果啊，黑色怎样啊，然后什么？啊，算了，不说。第一个是坦桑石哦，蛋面的，好，可以近一点看没关系，不然每次观众都说不够近，都没拍到珠宝，都在拍人哦。啊，我们就喜欢拍人怎样？我们就是没赚钱的啊，我们看你们看我们这 YouTube， 我们是没赚钱的哎。哦，别人是有赚钱，我们没赚钱呢。哈、哦，来这个的话，它超大颗，台湾应该最大的沙伯来了，它是台湾几乎最大的帕拉伊巴，然后这个是台湾几乎最大的亚历山大变色石的，什么时候台湾最大？好了，开玩笑的，没那么大了哦，但是算很大了，然后15克拉还不大嘛，哈、哦、，GRS 的，然后这个是新做的，这个便宜啊，这个差不多十几万台币了，哦，10万出台币的一个哥伦比亚圣母绿3克拉，完美无瑕疵。来看一下帕拉伊巴戴起来真的很漂亮，当然它今天的穿搭，来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站起来转一圈。OK， 那我们等一下还有一个客人的一个这个，哦，可以吗？看起来还行。OK， 好，来，然后我这客人的这一个，在我手上，好、哦，这个叫什么的？哦，现在有点反，这个叫什么？那、这个达利之祖母绿，好看吗？比较特别颜色。好，换我站起来，我要转一圈吗？应该不用。好，没有人想当兵。好，达利之祖母绿，然后它让它颜色蛮深的，对，还不错。好，这还有一个便宜的哦，一个客人买一个帕拉伊巴，3万块而已的帕拉伊巴哦，啊，这个也超便宜的，超夸张的哦，台币3万，人民币8000哦，还不到7000而已。好，来，我们最还有做一个蓝宝石，就 GRS 的一个皇家蓝，看一下，皇家蓝，哦，无烧 GRS 皇家蓝5克拉，这新买的，上个礼拜才买。我把它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好，这5克拉的蓝宝石，然后现在都返璞归真，就是做简单越好啊。女生的有没有这种细的简单的？很多年轻的妹妹她们都说要简单要细，你有没有觉得细的很好看啊？很好看，这两个都好看。现在有的人都喜欢那种简单一点，不是她觉得好看，是因为她年轻，有的很奇怪。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那种简单一点的，不喜欢这种豪华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是我自己就觉得都好看哦。像我自己也是戴这种简单的哦。那简单的皇家蓝，英国女王就这样做哦。我这个不能开太久，不然等一下客人没电要跟我直播没电哦。这个改为的啦，然后客人定制的一个粉钻戒，非常漂亮。好，粉钻戒来近看，来我给你一秒、两秒。三秒 ，OK，YouTube 的各位观众，不要再说不清楚了。我跟你说过，我是没赚钱的，所以这个想看清楚，直接来我们公司看好吗？好，来下一个蓝钻的一个耳环，哦，这有趣了。你看，这原本的话它就是一个垂钓耳环，但被我们改掉了。等一下剪片师上一下原本的照片哦，原本的照片它不是长这样，它是后面就直接垂掉。那现在呢？现在就变成是这个下面有个老鼠尾巴，哎，你把它拆掉，老鼠尾巴拆掉。直接往上滑，这样滑下来哦，来可以近拍一下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快就被你滑掉了？哦，你们有天分的哦。有没有滑掉了以后，它就变成了2颗了？哦，它原本是当坠子是吗？哎、欸，对，没有，它这里还有附送一个指针。哦，可以垂挂，可以指针。指针在这里。复杂。好多用、哦。这里有一个指针，指针就可以插到这个洞里，然后它就可以直接戴。小垂钓，那这个是高长垂钓。哦，那我们这里还有师傅，这個、后来就改了。其实工钱花了好几千块，我都没跟客人收，因为我以为很便宜，没想到改得很贵。哦，所以现在就除了变成原本的一个垂钓，就变成了它可以带直针，哦，直针在这里，它可以带直针，然后它也可以垂钓。所以说它现在是两，算是两用咯。哦，旁边有个小老鼠，你要勾其他，勾红宝石，勾什么绿色宝石都可以哦。好、哦，所以说我们现在就直接来擦擦看了。来，我要擦了。哎，有东西插我屁股里了，让我来处理。你把那个洞拿出来。好，那这根直针插下去，你以为那么简单吗？错，它的那根直针前面还有一个小钻。小钻。哦，它的直针前面还有一个小钻，来看一下哈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侧面，它其实就是直针就这样，后面再用后束去固定。
所以如果我们把它戴起来的话，感觉就会像是远一点看它整个人，然后还有帕拉伊巴整个造型，其实你这样也是蛮配的。然后这一个的话就是垂钓，那垂钓好不好看呢？比较长。哦，垂钓好不好看？也好看哎、欸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觉得今天宣传的穿着比较适合佩戴那个垂钓的、嗯。但假如他今天的穿着是那种运动，或者是拉起来，假如他今天穿着是什么艾迪达的一件短袖，或者是比较没有那么正装的感觉的话，就比较适合这个 ，OK， 所以它现在就变两用式了。啊，这个达必蜘蛛母浴上次有跟大家介绍过，就是它带有很强的能量跟很高的价位，哦，所以不蛮贵的啦，哦，蛮贵的，这颗也蛮贵，但男生戴起来还蛮好看的，我觉得啦，因为它颜色深嘛，你要仔细近看，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八条线，很厉害，看到八条线吗？哦，嗯。有哦，那男生戴在旁边，再用法丝纹简单把它勾勒出来。这客人应该是大约是，男生。哦、啊，这个的话就这帕拉伊巴为什么没有多介绍？因为这不是我设计的啦。哦，这帕拉伊巴是客人他自己传图片来，然后他说要做什么，我就帮他做。OK， 喜欢我们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拜拜。